关心的是哦，在大陆客自由行，但是这个月二八号就要正式上路实施了。对自由客来讲哦，交通敢有方便实在是真重要。即马呢有客运车司机已经想好啊嘛，准备好啊。过来有客运车队呢，即几天就赶紧伫咧车顶装这中国的联银卡、银联卡、的路卡机去过去哦。也个车队即马嘛要推出这观光导游的路线，训练司机。做司机，买当做导游，要来抢旅客自由行的商机。现开旅游导览的铺啊，客运车运上的休困的时间，减少看车，要了解更加多观光路线。旅游地点呐、啊，看他要去哪里呀、啊，跟他介绍啊。如果有能考到导游的执照，那会更好。来的话，当然我们想尽点子。哦，来带他们到像北投啊，比较有观光的气息的地方。台湾大车队在台北市滨江街总部停班客店的全部拢是为了要到大陆今天开路卡机。他会出现哈、哦，他会出现那个连大陆的那个什么卡，联营卡。而且大都会维持车队是推出2000cc 以上的观光车队，这些准备都是为了要迎接大陆客自由行。那我们现在就是有成立一个观光机人车队，那目前人数大概有500多人，全省都有，包含东部地区。为了争取自由行的大陆客，车队那训练司机做景点导览，交代司机爱注意的事项，包括卡麦单程地点，而且大陆客也可以透过大陆漫游的手机啊来叫车，而且个别的客运车司机有一寡也已经准备报考导游执照，这些都是希望当抢到大陆客自由行的商机。记者综合报道。